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明年六月邀请亲子到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地北的农场来体验各风味，也蛮新一档如何过来。不过全国限制三级警戒，无办法开放民众来参加。就是出于农场的工作人员行工义工，等一条安乐下来疏解。贴贴的是主办单位团建人过下来的风味，因为专业的土石无田同地北，也民众一批就批到无味的香味，让旅客来体验各无味的滋味。以前按离开农作物还是见成长，更中年啲无限觉悟。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帝都嘅台北客家农场，当然都会邀请民众来体验觉悟嘅。今年嘅作为好觉咧，不过多多按离开嘅疫情，民众无法吐来强下觉悟。天气都嘅无诶，无望逆策诶。特别是客旅费好少，更中年同农场嘅职工来听讲。十天的时间，意思绕墙咱们斗的，台片又十片又强下来，差不多就五百人杀。但是因为了下疫情的关系，因个无的时间是冇办法绕墙去到来，特别是又办法来参加因农事好困难。但是因希望讲到特别是还有保留下来因客家的农事。主办人为图现场没准备用脚，还没服通，通过通过关分开来。台湾农业社会都用一副桶来搞谷，不过一下咧，梯梯都用机器来推嘢。哦，一下冇用咧，一下耕田耕两个，迄用两个耕唔到咧，是咧。哎，很油啦，天少啦，冇几多架啦，我三度将油啦，都是人冇用咧啦。耕日，比如讲日茶谷啦，两茶谷，该种嘅人将油用两个。喺多一年冇用嚟啦。讲起翻来，当有啲今年九十米色嘅阿苗花，今年一片九十平嘅田是公园嘅，一年多年来亦都当好分享，自家当丰富嘅经验。最好这个草不要光。虽然今年冇开放民众参加，不过主办单位特别同割下来嘅芜诶，设计咗土色薄甜筒，把咸椒片都芜诶香，民众都在大榜糖谷省捏芜诶，用起嚟来感受割芜诶嘅神奇。下个新闻分享，影副分子台北报道。